你是我们班的学生吧？上课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怎么了？你是觉得自己跳的不好吗？还是有人说你跳的不好？先吃一块糖，让自己开心一点。你觉得好与不好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呢？那你觉得我跳的好吗？我从来没有觉得比别人跳的差就是不好，在我的认知里啊，只要比昨天的自己跳的更好，那就是好啦。你要让自己成为一束光，自信的微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觉得世界上最耀眼的光芒是什么？一种是太阳，还有一种就是你自信的样子了，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？傻呀！我刚才说的都是心灵鸡汤，真正的自信应该是发自你内心深处的。你要让自己的光芒慢慢变大，放大到可以去照亮别人。青春制作人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老鹰画的训练生孙颖浩。青春制作人，给我力量吧！现在是晚上9点钟，忙碌了一天的青春制作人，和我一起看部电影，放松一下吧。我要推荐这部《无名之辈》给你。我觉得生活就是酸甜苦辣各种味道。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了苦中作乐的奥妙。生活不只是有苦涩或者坎坷，生活也可以很甜，也可以充满阳光。所以，青春制作人，和我一起活出不一样好的人生吧！大家好，我是刘恺威，关注《青春有你三》，关注老于映画旗下艺人孙颖浩，为你打 cal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戴戴景耀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《青春有你三》的孙颖浩同学，孙颖浩同学加油！iQiyi Malaysia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